si con de partir n'importe où,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n chantant des chansons. C'est si bon de se dire des mots doux,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en voyant notre mine ravie. Les passants dans la rue nous envient. Thank you.
lovers say that in France, when they thrill to romance, it means it's all so good. 行吗？可以跟一遍。我已经慢了。嗯，做错了。我哭慢了。像一个 dinosaur。That's what I said。哎呀，你别看镜子。你别看镜子。Oh my god, the car。可以拧一下，就比较容易。就是我觉得你还是裤儿在这样呢。你变哪儿了？刚才我的脚没有使劲了。你说我这样能不能好一点？好一点了，你能控制一下你的身体吗？他好像在随便晃。等一下，你慢点，你别在这晃半天。对，是有一个 mechanism 的感觉。哦，哎呀！Oh, you got it. 我自己出的声音，我以为是我的嘴能出这么奇怪的声音。我学到了他踏步那块，这个跟我学的不一样。那你学的是啥？我找的是李小娇的。我学的没有这个，我学的就是回来，然后耶稣。Oh my god, 你快拉倒吧，你学的什么玩意儿？
回来回屋去，电脑在这放，走走。嗨，这个啥嗨呀？我已经背了好久的单词了，从早上第一件事到现在，就是做的最多的就是在背这个单词。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有一些单词真的非常的奇怪，比如说 posthumous，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搞笑，不可爱。No no， 什么什么后，是什么什么后，痛苦后，悲伤后，有点类似，经历了重大伤害，是经历了重大的一件事情，经历了重大，开心还是不好？嗯，又不能说，我告诉你吧，他是死后的。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把那个 THU 看到了一起。哦，有可能，对啊，但是为什么要用到就是一个词儿死后的呢？就它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填空题里？这就很奇怪。那个 August 你还记得有什么意思吗？不记得什么意思。就是 August 跟八月拼的那个一样，就严肃严什么庄严的。为什么八月严肃呢？就不知道，反正就我感觉就是这种单词儿，特别是为了应试准备的单词儿，就是真的就背一遍，然后就之后再用不到了。而且你每次背的时候，你完全它可能就再也不出现下一次，我觉得就很没有意义，但是又没有办法不背。哦，今天不是我还问了你一个什么永远禁止绝对禁酒，你还记得吗？ Totalism 还是什么 Teetotalism， 反正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词儿，然后意思就是绝对禁酒，禁酒就是禁止的意思，就是绝对不能喝酒，就是好吧。Startle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好像是困难的。不是，我就记住了，我不太记住它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惊吓了，是不是？这可能是就是突然间感觉啊了一下。还有个我考过你的，啥 ？waggish， 什么意思 ？waggish， 什么意思？你猜呢？但是我记不住了。它就是 wag， 什么 wag？ 只能想到觉这种就是 wiggle。你那个不是吗？那 startle 是 startle， 知道是往上走。wag 是 wiggle。有点类似扭曲的，不是什么样的人做这种事情，什么样的人精神不正常的，什么样的人 wiggle， 马戏团的，哎，有点类似。他给你 wiggle 呢？他给我 wiggle， 他为什么给我 wiggle？ 表演？为什么呢？表演不是 impress 我？哎，他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 impress 你？啥意思啊？开玩笑。我就为什么开滑稽？为什么这个是哥哥啊？跟你开玩笑呢。My darling, c'est si bon.